6米3.1厘錦標準備。好，你入去集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外档有呢只富高盛喺中间绿色好啊，咁啊再见到大外档就系呢个缩龙眼望望咁入嚟噶啦，中间嘅位置咧仲有冯来仙子咧，中档仲有金丝威将啊数入嚟嘅马咧，仲有一言为定啦，同埋内栏嘅好先生啊，中间夹住仲有醒目精英啊，后一搭嘅马有军事行动、花月春风响外边咧，仲有加洛菲嘅，暂时殿后嘅马匹有人人兴旺同埋呢只户外名驹嚟噶。向住呢个1000米嘅段处进发啦，前面带头就系呢个冯来仙子噶，接嚟咗大约1米到啦，缩龙就跟住第二位噶，再后边嘅第三咧，仲有呢只富高盛啦，咁啊再见到内栏位置系绿色好嚟噶，中间有一言为定啊，内栏好先生嚟噶，咁啊再见到个马匹啦，咁啊响外边咧就系呢个金丝威将啦，同埋福智噶，咁啊后一搭嘅马仲有军事行动、花月春风同埋呢只咧就加洛菲噶，殿后嘅马匹咧依然系人人兴旺，同埋呢只咧就户外名驹噶，好啦。入直路咁滞啦，转紧弯啦，前面逢来先知走甩咗，大约数数都有4个马位入嚟先啦。跟住第二位嘅马咧有呢只缩龙啊，再跟住后边嘅马匹啦，亦都见到富高盛啦，中档打冲锋一言为定啊，响内栏咧仲有绿色好噶。咁啊见到外档稳位嘅马匹咧，仲见到有呢只就加洛菲啊，马群中穿上嚟仲有花月春风啊，兜到嚟最后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有呢只缩龙啊，斗紧嘅马有富高盛啊，外边加洛菲铲上嚟噶啦，再喺入边嘅花月春风追紧噶。咁啊，外边上咁多少，仲有户外名驹接近终点嘅时候啦，加洛菲喺外边涌上嚟，埋边就系花月春风，中间富高盛接近终点，第一名咧就系花月春风赢啊，第二名加洛菲啊，第三咧就系呢个富高盛啊，睇最后一步咧就系好似系花月春风赢咗，但系我见到1号马加洛菲嘅骑师举晒鞭咁啊，第三就富高盛啊，肯定嘅呢样。花月春风啊，果然阿摩系呢只。臨尾一陣好犀利嘅飛數落咗喺佢身上面，4倍啊！最後終點前僅剩呢一隻加洛菲，跑第三嘅咧就大冷門就富高盛啊，98倍嘅，跑第四先至係縮龍嘅啫。終於開齋啦！啊，呢只花月春風兜咗一大個圈，終於落翻嚟短途。miss 咗幾次機會嘅，嗰次無端端又俾你開心老友又咁樣。即係無釐拉坑啊！俾人哋頂住。永智 Kiwi 嘅派彩1沓13牌101蚊，5沓13牌697.5，1沓5牌1242蚊。4連萬派7149蚊。好啦，最後一場嘅賽事嘅結果由博立基同埋大摩合作就贏咗嘅。嗰個騎師王啊！睇下其他騎師先，冇啊，頭三名。阿郭立基就24、30分喎，郭立基有，但系34分咯，头先阿潘顿嗰度，潘顿啊34系咯，18、12、34咁啊冇咯，即系潘顿喎，系啦，骑师王预计赛嗰一号嘅潘顿啦，大热门嚟噶，系34分。哇！如果阿郭立基嗰只长龙或者喜运财星求其影到一只第三，两只影相第四啊嘛，啊，咁就佢噶啦，因为佢两边啊。好啦，咁啊有張支票啦，咁終於首次升出自購碼，係啦，贏一班喎，所以有80萬嘅。哇，等咗幾耐，好似好好形勢，點知有隻開心老友。馬主喺呢邊，馬主老友睇嗰邊。咁奇怪，頭先明明見到佢，阿包大偉先生啊。个头马相应该影噶喎，冇理由噶喎。系咯，喺呢边，喺呢边。哦，系咯，企咗过嚟呢边。咁啊，斗得好精彩啊！两个男伴骑师、男伴琴骑师包办呢个烈阳位。佢捐上嚟嗰个位紧要啊！一捐捐翻入去。咪中間位置啊，戴住個鼻箍嗰只啦，跟住嗰只就係富高盛喺前邊。縮龍咧，其實即係好話唔好聽，係真係嘅馬都仲有，睇得到。嗱，佢而家要兜過埋縮龍，係啦，走入邊。咁你話相比起佢同左右啲騎師人加進騎落去，冇錯，你係一個減7磅嘅健習生，但係都真係爭好遠咯，原來。郭立基嗰啲鞭咧，真係浪到。